个萌猪小美女，欢迎我们的扎雅。接下来是那个在马的脖子上跳沙琵琶，这个动作非常危险，因为马匹在一转头就会咬到自己哦。在剧中，我们的马背上，在世界我们最甜美、最有味的蒙古小美女，感谢我们的扎雅。感谢大家的支持。接下来出场的，是我们最帅气、最厉害的台柱。首先是那个躺在马背上跳摇自由，各位朋友们掌声加油！在这个沙发马蹄间马脖上，在这个各位朋友们掌声加油！在跳摇自由躺在马背上，让大场地和各位抬起哦！在这个沙发马蹄间马脖上。最后再来个双跳马蹬，回到马背上。再次感谢我们最帅气、最厉害的台柱，感谢我们的大哥。感谢热情演出。接下来出场的是我们最美丽、最厉害的女骑士。掌声欢迎我们的团长，他是这个古代骑马的，我们的骑马社的店长。接下来我们掌声热烈为我们的第一店。哎呀，这不是红军啊，各位朋友们，掌声不够嘞，是我这是红军啊。哎呀，还差一点，各位朋友们，你们掌声。现在出场的是我们最甜美、最有活力的蒙古小美女，感欢迎我们的扎雅。好，接下来是那个躺在马的脖子上，让各位朋友们掌声欢迎。是我们最帅气、最厉害的台柱，欢迎我们的大哥。